我们没有水，没有电，就连天空也给剥脱了。少女抬头望向天，眼神无光，山风穿堂而过，微微吹散那一头亚麻色的卷发。她拖着一袭深红色的破衣裳，脱下脚上一双干净的淡紫色水晶鞋，走到悬崖边上，低头处万丈深渊，江水滔滔。她跳下去的时候没有害怕，只有解脱。少女的名字叫做雅格林，她是一名库德族人，战争年代父母双亡，和缺失了双臂的哥哥汉高夫还有一个婴儿弟弟李佳自家乡逃难而来。他们来到附近的村庄，雅格林背着李佳向当地的孩子借了一根三米长的绳子，遇到了对他一见钟情的少年卫星。卫星是当地的孩子王，自发组织逃难的孩子与附近村庄的孩子捡地雷，依靠地雷向军火贩子换取低微的生活费。他日常的工作是在村庄调整卫星信号，以便当地能够收到相关的战争新闻。卫星是一个阳光自信的男孩，他有强大的生存力和统帅力，因此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求生条件下，卫星依旧对每一天都充满了信心。然而当这样开朗的卫星逐步接近并讨好雅格林时，却遭到了他的排斥与躲闪。少年卫星的嗜好实在太过简单，会刻意在各种小细节帮忙。路上碰到抬水的雅格林，会骑着他带着各种小旗子的自行车过去帮少女搬水，拿到村里有限的防毒面具，会叫人专门送过去一份，跟少女说红鱼的故事，坚信那个被村里称作是不干净的湖里有象征希望的红鱼。碰到因为梦游症而走丢的李佳，也会跟自己的手下帕修一起哄他将李佳送回家。可这些略带点青涩的举动并没有融化少女的心，她的眼神中只有一成不变的麻木和冷漠，更深重的痛苦积压在她的心里。雅格林的哥哥汉高夫失去了双臂，而雅格林的弟弟李佳则双目失明。断臂男孩用嘴拆一颗地雷，小心翼翼地吊着地雷的机关，双目紧盯，缓缓转动地雷外壳。他熟稔的模样让人根本看不出来背后的危机，好像那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动作早已变得稀松平常。咔嗒一声，地雷被卸下，汉高夫松了一口气。然而这耗费人力无数的一颗地雷对于他们来说不过20迪纳尔，连维系日常生活都很难，更别说断臂的他还要照顾弟弟妹妹。卫星并不喜欢汉高夫，因为这个无臂男孩带着逃难的孩子去拆了美国兵的地雷，而卫星一直认为美国兵能够挽救伊拉克的战争。他自学了几句英语并引以为傲，卫星性格冲动，险些要跟汉高夫打起来，而汉高夫则用头将卫星撞倒，两人自此结下梁子。可之后卫星发现汉高夫竟然拥有预言能力，那天卫星安排了孩子们去废弃的弹壳厂，用廉价的劳动力换取微薄的工薪，而汉高夫将消息告诉了卫星，说要尽快远离这片区域。卫星并不因为和他有矛盾而拿孩子们的生命冒险，果然刚刚那辆车爆炸了，卫星由此相信了无臂男孩的预言能力。很快汉高夫便预知到了战争的发生，美国和伊拉克开战，当地名人雕像被炸断，房屋尽毁，甚至还波及到了这一片地区。卫星当即将消息散播出去，将人们都赶到了山上，由此避过一劫。他带着跟班沙拉空和帕修到集市上去租借武器，临时买了一条弹壳项链，然而却错过了送给雅格林的机会。孩子们带来一条消息，李佳被困在了地雷区，他双目不可视，年纪又小，稍微走错一步，年轻的生命即将逝去。卫星安抚着李佳，孤身一人走进了地雷区，然而孩子纯真的脸上丝毫没有对危险的预知。卫星惊呼一声，护着李佳，自己的双腿却被炸伤。这一刻卫星脸上的从容终于消失不见，他像是一个最普通的青少年，在最痛的时候大哭出声。然而战乱使人成长，原本他的生活就不够幸福，军火贩子的剥削，村长单方面的压迫，甚至周围的孩子生活重担全都压在他一人的肩上。一个能将国家级领导讲话翻译成明天会下雨的孩子，又该有怎样的童年和超越同龄人的学识？可李佳还是死在了那片湖里。曾经有三个少年潜入湖底想要寻找红鱼，可却没能从湖中活着归来，于是当地的村民视为不祥之水。汉高夫在梦中预知到了李佳的死，然而他匆匆赶到湖边并没有发生奇迹。李佳曾经放生了一只乌龟，乌龟从水中浮上头来仿佛在飞翔，而善良年轻的李佳却没有像乌龟一样活过这场战乱。他的脚上绑着一块沉石，与湖底无数尸骨为伴，这块石头是雅格林绑上的。李佳并不是弟弟，而是他的孩子，
顾德族被侵略的时候，少女穿着大亮片的红色长裙，被粗暴的美国大兵按在水中强暴。李佳是最孽的孩子，也是他悲惨梦魇的开始。他身上的亮色没有了，只有如血般的深红。他的恨太强势，而使得其他情感都显得浅薄。卫星对他的好也逐渐沉没在无尽的绝望与敌意中。他曾在半夜往自己身上倒满汽油，想要在无人之时自焚，也想过将李佳抛弃，借助他的梦游症让他自取灭亡。而在最后的最后，他选择了结自我，抛弃李佳，纵身跳下万丈悬崖。汉高夫赶到的时候，只默默叼走了边上干净的水晶鞋。战争终于结束，一切也都结束了。卫星独自一人在家养伤，美国大兵进驻村庄，然而卫星终于也和少女一样变得沉默，没有了往日的神采。美国的地雷和意大利的地雷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对于他们这样的孩子来说，或许一辈子残疾才是常态，而越是残缺的身体，越是能更好的规避地雷。他转身，那张脸上也许不会再有笑容，就像是他的未来永远不会像乌龟一样能在沉入水中后继续飞翔。他原本会笑，但他的少年时期将笑都变成了泪。他原本会幸福，但他的少年时期，这两个字少得可怜。他们原本有最好的少年时光，战争连绵不绝，童年如梦，梦里是万丈悬崖，梦醒是断指残骸。地球上某一端的孩子总是不幸福，他们挣扎于世，痛苦求生，无论性别与种族。而这种生来的不幸源于战乱，如果世界和平，他们或许能够拥有一份奇迹。也许周围的枯草能变成自足的粮食，也许曾经的痛楚能变成四方的关爱，也许曾放走的母只乌龟能在水中自由翱翔。祈愿世界和平，每一位天使降临于世都应受到善待。故事配老酒，明朝再聚首。生活是藏在电影里的诗，故事是藏在诗中的风景。我在等诗，也等你。